近萌宠世界，发现更多的绝快乐趣是萌宠俱乐会。我是小小。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每天都会发生很多让人难以置信的事情。某位男子经过此处的时候，突然听到了奇怪的叫声。经过观察发现，奇怪的叫声是从地下传出来的。于是男子确认好位置之后，就拿了工具将地砖给撬开，接着竟然发现里面有一只狗狗。住宅区的下水道总是发出怪叫声，这让人们有点恐慌。消防人员及时赶到之后，只是看见里面隐隐约约有什么东西在动，但是看不清，最后干脆直接将下水道挖开，不料却挖出了一只濒危动物。后来据说挖出来的是一只海牛，也算是有惊无险了。随着生态环境的破坏，加上人类活动的扩大，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也在减少，所以经常会看到很多野生动物出没在人类居住的地方。如果遇到图谋不轨的人，那下场可就惨了。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留言互动，小小会每天翻看留言区回复哦。想看更多优质视频，请点击左下方关注。